器演奏出来的两只老虎变奏曲，时而嘹亮，时而低沉，感觉看见眼前有好多只老虎在跑跑跳跳。浑厚的特殊音色再搭配即兴的吆喝欢呼，哎呦，大家走跳脱中规中矩的古典乐，将把酒言欢的场景生动活泼地呈现出来。台红茶叶文化馆年度茶场音乐会今年迈入第十届，请来了国际知名的叶树涵铜管五重奏，在有将近80年历史的老茶厂里，闻着茶香欣赏这场音乐飨宴。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建筑，而且最难得它是纯木造，对音乐来讲木头是最好的一个反响，所以很喜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空间里面来演出。每一首曲目都耳熟能详，但又有着独特风格。叶树涵铜管五重奏广泛的曲目和平易近人的演出方式，大家用双手打着拍子，沉浸在铜管乐章里。在这里听到国际一流的一个音乐会来说，应该是一个很难得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也是创造在地的一个另外一种文化的价值，提升一个文化的一个素质。那我们很希望把艺术还有音乐带进这个茶厂，让它不仅仅是一个产业馆，它也是一个地方文化的平台。将国际级的演奏挪出音乐厅，带到了茶厂里，让古典乐更贴近人群。每年的茶厂音乐会已经成为地方艺文活动的指标。老产业结合经典乐章，让音乐文化深根在地。